这还差不多，不过声音好像还是比我小一点。你拿麦克风，你废话，你真的是欺负人嘛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是因为把他们东西抬下来，在想说，啊，那个女的你赶快走开，我们要今天要跟她差了，你不知道了。好，废话不啰嗦，我们再一次用热情的掌声欢迎文心为我们带来热情的沙漠。非常热情，今天带来一连串的精彩的表演，大家喜不喜欢？喜欢！下次还要不要来啊？要！
你们说的啊、哦，下次我会来啊、哦。好。好了，那接下来今天。